是单点的卡兹猪排。烧肉冻。谢谢。猪排冻。有零一颗蛋，猪排，就是也没有办法吃，味噌汤，烧肉冻，上面还有一些洋葱，这是玉子的玉子烧。一样有牛蒡丝跟一碗味噌汤，咖喱糖洋鸡块冻，有点辣。糖洋鸡块就是炸鸡块。谢谢。这是炸豆腐，这是生菜，然后草莓布丁甜点。沙拉里面有玉米、芦笋跟番茄，是千岛酱，还有里面还有一些高丽菜，一些生菜。他们的烧肉很好吃哦。而且呀，它鸡肉很嫩哦，鸡肉很嫩，咖喱一点点辣吗？这样喜欢吃他们的炸猪排。也是很好吃，外脆内嫩。炸豆腐上面还有一些柴鱼片。也是很嫩耶，里面好嫩哦，嫩豆腐。
豆蒜有淋上那个酱汁，还蛮好吃的。刚吃那个卡滋猪排，对不对？嗯。外面炸的脆脆的。好逼哦！这个家伙那条钢管，搞笑、哦。现在是汽水，无限量供应。以前是热卖茶跟红茶，现在是还有那个汽水机。烧烧鸡腿冻，干杯！整个就是一个照烧鸡腿，还有一些配菜，还有玉子烧，然后花椰菜、味噌汤。这个是雪花猪肉冻。也是一样，有一碗味噌汤小菜，雪花猪肉冻，上面还有一个蛋，蛋蛋。谢谢。加时50元就可以变定时，然后定时的那个意思就是有。含沙拉、豆腐跟那个甜点，妹妹的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就是亲子冻，亲子冻就是有鸡腿跟鸡蛋，因为他们定义说亲子冻就是鸡。会生鸡蛋，所以鸡跟鸡蛋有亲子关系，所以叫亲子冻。这个应该是写好笑的，因为这样不是就变成只能用母鸡。然后一样有味噌汤跟小菜，然后他的亲子冻说是打了两颗蛋，两颗鸡蛋，然后也是哇，也是有大量的洋葱。这是雪花猪肉，然后也是有大量的洋葱。这是鸡肉了。嗯，好嫩啊。对啊，鸡腿肉比较嫩。
这个照烧鸡腿也很热。这种照烧鸡腿也很热。沙拉里面有芦笋、生菜、玉米粒跟那个水煮鱼蛋，四番茄片。豆腐里面很嫩。吃了七十。沈晨也是超爱喝汽水的。吃芦笋呢，喜欢吃芦笋蛋蛋，沈晨喜欢吃芦笋。吃芦笋，自己来。好棒、啊！他喜欢吃芦笋的。芦笋沾那个千岛酱。黑糖口味的布丁，这边还有热麦茶，二楼也是可以用餐的。